另外呢，我们也不断的收获着惊喜，从开始的就是场内的四块大屏给到我们。这个网幕有多大呢？我们身后的这块幕已经很大了。对，在一般的这种露天电影院啊，就这个幕是一个标准的，而且已经偏大的一个、啊、在小厅里面就算是偏大了哈。小厅里边就算大幕。对对。但是它比起这个，它有另外一个比较的标准，就是比如说 IMAX， IMAX 的面积差不多是它的2到3倍吧。两到三倍，这个是五米。对对对，2到3倍，一个 IMAX 厅，标准 IMAX 厅。我们的那个网幕大概有，我觉得6到7个 IMAX 那么长，然后比 IMAX 厅的那个幕还要高。长度是它6到7倍，希望观众能够在转播中能够感受到这种现场超巨幕的那种震撼力，因为在那个超巨幕完全把影像打开的时候，是展现的是杭州新杭州的景象，是展现的是新杭州人民的笑脸。我特别特别希望电视机观众也能看到这一点。我内心特别激动，这个能把你的这个作品影像作品放到这么巨大体量的一个幕上，真的第一次放的时候就有点要飙泪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你也知道，我们拍从可可西里到南京也都是为这一边的35宽银幕做的啊，但是再大的宽银幕跟这个咱们大莲花的这个巨幅的网幕相比，那就是个孩子，我就告诉你，就是个6岁的孩子，那是一个姚明，好吗？就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，跟你们姚明之间的距离。我们当导演的都想，哎呀，自己的作品赶紧上大荧幕吧，这好，这不及上大荧幕。这是全球最大的荧幕，这对，没有之二，没有之一，没有之一，就是全球最大的荧幕。